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今。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韩版的一个更新哦，是二月的第二次更新哦，而是属于妖精重生改版的一个内容。那这次的内容有很多哦，然后有超多的新东西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这边我都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就好了哦。好，详细的我们还是等那个水轩大叔来帮我们翻译哦。那我们已经知道妖精有新的技能嘛，有这个守护者，还有冲晕哦，还有这个精灵首领的强化，还有小精灵跟其他技能的一个新增，新的技能跟一些技能的改动哦。然后目前这小精灵自 CD 的时间是发现是一个小时哦，它用完一次之后要等一个小时哦，超久的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是这个 GA 的 coupon 卷哦。这个就是有抽武器的，就是拿武器回来的，还有抽变身的，变身的是签到那边的，然后武器的是改版之后就会给你。好，接下来有新的技能哦，骑士有新技能哦，这个是魔力终极哦，然后大家这个是魔力终极老将，应该是老将啊，这是新的技能，骑士新的技能，然后它的效果是把。就是把你的目标绑住啊，类似捕捉的一个效果，就是绑在原地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枪手的技能更新哦，然后这个是破坏大地屏障的一个跟动哦，目前不知道大家改成怎样哦，看不懂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神圣剑士的一个回复的一个光烈术哦，这个是好像是增加它的一个触发几率哦。好，接下来是转职部分啊，那转职是两个礼拜75等才可以转职哦，75等。然后看我们要转这个妖精还是骑士哦。那这边好像额外再付100个龙钻的，还是妖精100颗，骑士50个。然后88等到90等也有一些等级的一个奖励哦。像是它的存放的叶子可以增加哦，原本我们好像最多人到999嘛，9999，然后这个好像可以增加这个叶子的数量。哦，有一个袋子，这个袋子不知道怎么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可以使用这个自动合成水哦，一个果实，那东西目前我不知道怎么东西用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新的系统，是拿一些能力的。目前等一下可能。那目前这个系统等要等改版之后，我们才会去深入的了解哦。目前这个系统好像就是要拿这个石头，然后去触发开启这些能力哦。要拿这个祝福卷轴哦，跟魔法宝石来做这个石头，然后再去开启这边的能力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娃娃跟变身的一个保底哦，就是20次哦。红变20次，紫变也是20次哦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傲慢之塔，傲慢之塔的跟动是要改成这个跨服的，就是跨服的一个傲慢之塔，然后奖励跟怪物的经验值也会变好。这是傲慢之塔的一个改版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情人节的活动哦，有这个项链哦。好，接下来是签到的一个 coupon 卷哦，拿变身的单而已。好，然后这边都是新的变身哦，这个是紫变，新的紫变哦，又有新的紫旗，还有红变哦，这一只在这个日版那边是蓝变而已哦，在这边都变成红变，然后还有新的兔子哦，这个好像电脑版就有了。哦，蚂蚁的、杂虫的，然后还有一个侏儒系列的也跑出来了，然后还有强盗头目绿变，强盗头目只是绿变欸。好，然后还有新的娃娃布什鸟娃娃，有这个大法师，哦，艾尔摩也变成娃娃了，还有巨人哦，有这个
大脚，这有很多新的娃娃都跑出来了，这之前都没有看过了。还有新的装备，新的紫色的装备哦，这应该是紫色的吧？看紫色，一个新紫装的红装，一种阶级的戒指。还接着他们开放一个小移民吧，感觉是小移民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个组合包啊，组合包的部分哦。还有这个新的紫变紫旗，还有新的紫娃不死鸟，都抽了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是新的一个更新哦，版本最新更新，更新超多的啊。好，那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